辛苦了吗？啊，哟呵，怎么说话真温柔啊！我以后我不说了，以后顺着您说话就完事儿了啊，妈。又出来玩来了，今天也不冷，儿子，是不是不冷啊？一会儿奶奶爷爷来看你了啊，给你带鸭子吃，他们外地回来了，高不高兴啊？啊，儿子。哎呀，害不害怕呀，儿子？不害怕吧？不害怕哈，抓的还挺紧。哟，妈回来了。啊？怎么？您怎么过来？我应该去看您去，刚玩完那么休几天再过来呗。不是啊，我这今天早晨那个牙有点不太舒服。您跟我说，带您去医院看一看去，不是给那个是不是？爸爸啊。我这个跟疯婆子似的来了、啊、带什么东西了吗？南京板鸭，还有什么点小吃啊？看看奶奶。宝宝认识奶奶吗？宝宝呀呀，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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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哎呦，辛苦了吗？啊，哟呵，怎么说话真温柔啊。我以后我不说了，以后顺着您说话就完事儿了啊。妈，你就得顺着我。我还有什么，刚才我上超市买了那柜子，给人那什么买点辣，给人打点辣什么的、啊、那柜子出去了。哎呀，看这样。哎呦，我宝宝呢？奶奶怀一，抱抱我们宝宝。大了大了，哎呀，眼睛不近视，长大了。我是奶奶吗？妈，这带吃的是给儿媳妇还是给我带的呀？给儿媳妇啊、哦、还要给我们这个那谁这个宝贝儿这个阿姨。哦、谢谢奶奶。我换衣服换衣服。哎呦，这屋可真热，就想我们大宝贝，是不是宝宝？让奶奶抱抱，奶奶抱抱，来，奶奶抱抱行吗？奶奶洗手了，儿子啊，来，奶奶抱抱，就想我们大宝贝，来，去吧，来吧，打手了，来。啊，不是很情愿是吗，宝宝？哎呦，我当时洗，哎呦，玩的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这儿呢，丹青的盐水鸭。把这个拿出来，这个还有这个是酱鸭、还有盐水鸭，我那留了一半，给你拿一半。啊，还有酱干儿，啊，这是酱干儿。行，这是盐水鸭，盐津出，南京出盐水鸭、哦。这不是，这是我明天送别人的。啊，儿媳妇爱吃吗？妈，应该爱吃是吧？不要看我们强老爷。啊，对，我妈有这心就行了。真不错。什么大油？奶奶一拿让妈妈吃，吃完喂你宝宝啊！别吃了。妈，一会儿这晚上在这吃吧，我先做那个油焖大虾。你看，啊，咬一下吧，奶奶，咬一下吧。这它热不热？它冷不冷啊？不冷，热家里。这屋里是够热的，热的不得了。我说晚上在这吃油焖大虾，给您做好了已经啊。行啊。哎呀哎呀哎呀！没哎，您回去说，您从这看我没觉得我变化挺大的吗？现在？哦，挺大的，挺乖的，说话让我爱听了，是吗？哎呀，你看小刘叔看奶奶，哎呀，这看奶奶好几天没看见奶奶了，是吗？那牙怎么回事？是不是那边啃骨头啃的呀？没有，天天吃那鸭崩了吧？没天天吃那鸭啊？没有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有一点儿。完了，你爸那牙也有点肿了，可能上火呗。我就是吃东西吃的，哎呀，滴滴滴，妈妈还没回来呢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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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是吗？宝宝，我们会坐了，现在会坐着了。哎呀，小宝贝儿哦，哎呀，不爱笑了，怎么？嘟嘟嘟嘟嘟嘟，冲冲冲冲飞，站起来了，儿子，看你奶奶高兴吗，儿子？不高兴，刚才还哭了，第一眼看见我。这是您自己说的，不是我说的啊。看见我第一眼，我戴着口罩。给我吃一个，尝尝这菌菌吗？特意给您准备的，不是上火吗？这个去火，这个、我跟你说，这拿这煮水，和梨一起煮。别放冰糖，特甜，你尝尝。我知道这个，搁那个放那个，梨还有这一起煮，特棒，去火，而且对肺特别好。真甜耶！有酸味吗？没有，这又是原产地的地方。对啊，广西的，好不好吃吧？甜。让他甜甜行吗？你别，你都舔了，让人家舔，有点卫生行不行？咱讲究点科学教育孩子，知道吗？妈，儿子也要吃啊，吃苹果呀。我们也吃。妈，今天咱走换点什么东西啊？换点什么呀？换点这金桔吧。给你爸拿回点金桔。那我们合适啊，那鸭子比这金桔贵，是吧？那当然了。
吃果果呢。香香，吃香香的。妈，这孩子这嘴一动，我看您嘴也跟着动是吧？哎，嗯，多好玩啊！我们宝贝，我们宝贝多好玩，香香，香一个，香一个，香香。妈，要是您带着孩子，您会拿这个烫一下给他刮吗？不会，我啥都不会。你怎么长大的？我也小时候我也没吃过这玩意儿啊。别废话了，我也给你们小时候也刮皮抹呀。你看看，爸爸又乐了。甜甜，你吃，你吃那个我给你买的那鸭子了吗？好吃，盐水鸭好吃吗？好吃好吃，赶紧吃吧，老王。我妈特意给你买的，王大成。看看我这宝贝儿，谢谢老王。哎呦，玩的更香了这一趟，挺好的。嗯，接下来去哪儿啊？准备？接下来哪儿也去不了了。接下来哎呀，宝宝呢？大宝贝儿呢？哎呀，看我们小宝贝儿，看我们小宝贝儿。行了，妈，你也吃吧。我给您的那个什么做的那个，那叫什么？油焖大虾。好。嗯。哎呀，那小宝贝儿、啊。媳妇儿，我妈这还不行，这玩了几天牙不行，先提前回来了。不是，就这牙我嚼着什么了？它有一点点这后槽牙有一点点劈了。这通我这刚才又跟我妈说了，吃东西急。没有，不是，就是一嚼不知道平时什么毛病都没有，不知道。突然的，嗯，是吗，宝宝？小宝贝儿呢？奶奶小宝贝儿呢？牙结石掉了吧？牙结石掉了吧？不是，它劈了，我一咬，牙结石，一咬东西的时候，那得做一个牙冠，可能是。我这约好了，嗯。怎么有需要钱跟我说，儿子儿媳妇给您掏啊？嗯。宝宝，那我大宝呢？跟您说话呢，需要钱跟儿子儿媳妇说。嗯、啊，不用。啊。哎呀，大宝宝呢？谢谢。大宝宝。吃了多少个呀？这鸭子？没有，吃了一鸭翅，还行，好吃。你吃点那个，它是南京的那个盐水鸭，是最出名的。嗯，是啊，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我们的小宝贝儿，妈妈呢？妈妈，吃饭吧，妈，你也吃饭吧。一会儿晚上都天黑了，我送您回去。嗯，对，送老妈回去。嗯，妈，儿子做这虾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不好？色香味俱全，都吃了啊！给您留了四只啊！你看看，色香味俱全，好吃。跟我爸谁做的好吃啊？比你爸还差点。我说实话，